二，有三，有四，有五，我要断了他的念想。这样子吧，有这个牌应该这样打对吧？有一，有二，有三，有四，有五，那我就直接亵渎了。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全有。啊？多久没有说我爱你，多久没有拥抱你所爱的人，当这个我警告你，我不把我忍住了，相信一切都来得及，别管那些纷纷扰扰，别让不开心的事停下了脚步，就怕你说，就怕你不做，别让遗憾继续，一切都来得及，当你在穿山越岭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差一，别来烦我，别去杀阿张，陈芝，看着这阿藏要要出来了，不是阿藏的话这把能赢。您将看到一位斗鱼主播的竞技场表演，谢谢阿藏。的人受伤，这怎么就不自信了？非常自信啊！啊！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，现在不那么遗憾。来呀，眼包！怎么又是这歌吗？锁住！哇哦，那可以啊，不对，不可以，他加了。哇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全他妈的完了。选择一个友方随从，召唤这个随从的父亲。那我请问，我先上这个，他也解不掉。第一次看到一个战士把一个牧师给爆发给爆死了，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结局。
真刺激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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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想在困倦里说爱，在无谓的感慨，以为我这个地方不能再上了。做人要有诚信，说结场就结场，一个都不落下，就要结场。怕什么呢？八十八龙，但是没有这么讨巧的。有些事情的话，命里有时他一定会有，命里无时他没有，就是没有。不要吵，弹幕不要吵，弹幕不要影响我的操作。累了累了累了，乱斗呢，我靠，还要玩啊？哎呀，我刚砍他就好了。没有回响了吗？哎，不是回响吗？还我！我起码能解一个。哎，现在就不防了呀，这盘呢上去只是为了给他看一下，也没有太大的想法。那就只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而已。我要是这把输了，一林树老师不会把我杀了吧？打个电话问问他，有没有杀手组织在我旁边埋伏他？手下留情，千万不要退化，千万不要退化呀！再来一个墙，你妈！哎，再来一个啊！
这一次是你赢了。不打了，伤心了。